赵子慧得的是绝症，大夫说了他活不了几天了。人家现在从床上爬起来去找你，他活不了多久了。他妈王八蛋！去火车站。天哥，要不我们先去医院吧。你额头都烫水。去火车站。终于把你骗来了！我一会儿回来。去哪儿了？啊，洗手间。多久？很快。不要又消失了。我真是傻。我狠心，就不浪费这三年了。快点回来。你还记得荣城那个小房子吗？我们说要把它买下来住进去。当然记得。你给我买过一个钻戒，一双高跟鞋，还有这个包。那个房子我买给你。真的假的？什么时候给我？已经买好了。那我得赶紧退烧啊，要不还以为这是一个梦呢。烧一退，你又不在了。那就到荣城那个小房子找我。
如果运气好，这三年只是梦，梦醒了，我愿意跟你在那一辈子，哪都不去。好。你去了。移给我吧。包我也帮你拿着。拥抱的温度才刚刚暖热我的胸怀，你的背影早已远去，模糊成线随风摇摆。可是我想你的一瞬间，心跳还是会加快，再装作若无其事，受伤也是活该。很明显我已不能再置身事外，你开始主宰我的黑白，跟着你的笑和哭，上天堂下地狱跳火海，心甘情愿的连自己都不明白。我就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你的世界就是我想要的未来。我就知道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没有你的世界，泪水会止不住澎湃。我就想。